现在整个半岛形势经过前一段时间的各方的共同努力，出现了一些积极的变化啊。当然，我们相信在未来啊，朝着一个正确方向发展的过程当中啊，可能还会出现各种各样的目前我们难以预料的一些问题。但是我相信，只要在推进啊未来在未来啊这个推动形势朝正确方向发展的同时，能够更多的致力于构建有关各方之间的互信，能够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就各自关切的问题进行平等的推心置腹的讨论，啊，我相信这个有关问题啊，都能够找到一个解决的答案，是吧？球是中国在海湾地区的传统友好国家。那么至于说，特朗普总统，啊，这个他目前啊，这有关半岛问题上的这一些这个政策和做法啊，因为我们同美方之间应该还是保持着这个密切的沟通。今后我们也愿意通过啊各个管道啊继续啊这个同美方就有关问题啊来保持密切的沟通。谢谢啊，习近平主席访菲。